同学，你觉得男女之间有纯友谊吗？有啊，就像我跟他。至于吧，我们哥几个出来玩，你还叫上蔡点点？你不会是？哥们儿，真哥们儿。自己偷偷放你，我在无人处爱你。同学、你觉得男女之间有纯友谊吗？没有吧。走吧，快点。如果有，那你绝对是被爱的那一个。你有病啊！在二零幺出来打球。七，今晚上看了个帅哥，好帅啊！收的号码，那你还不赶紧收个号码？行，下去就去。减肥呢，胖子？你才胖子！学长喝水。哦，我有了。整个自世界里，或许要说。他依旧是那个闪闪发光的存在，我们依旧不会分手。人给你送到了，还快去？那我冲了。梅梅，走。那谁啊？女朋友吗？不是。如果我再勇敢一点，你会不会转向我？